阿姨，我不要新爸爸新妈妈。一六，啊，你看阿乔乔这么艰苦，敢会当心爱变恭喜啊？重新评估一下，安尼较妥当。林先生，我知影恁拢对小乔足关心的，但是诶，阮育幼院的每一个小朋友，拢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。这位陈新全甲李慧文翁仔某条件遮尔啊好，这是给乔乔上好的安排。我不要，叔叔你帮我好不好？小乔，啊，我听伊六讲，你毋是想要新的爸爸妈妈？啊，即摆梦想实现啊，你得较乖啊。喂，去听你的啦，你嘛讲几句，甲安慰者。乔乔，我跟你说，阿姨以前也住在育幼院，我也想要一个温暖的家，后来就出现我现在的妈妈了。就是那天煮酸酸的汤给你喝那个阿妈，你记得吗？今晚有人听小丽，这是今后的代志。我要阿姨跟叔叔，你们当我的新爸爸、新妈妈好不好？小乔，啊，阿姨跟叔叔就不是翁仔某啊，袂当做你的爸爸妈妈啦。小乔，厝内底有足侪真水的衫裤甲玩具，你一定会足介意的，行啦。宋小姐，放手，这是对乔乔上好的。悄悄就家，乔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阿姨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坐上来，坐好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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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好好，不要，我不要，坐好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小乔。小乔，你要乖，要听话哦，不要难过，知道吗？不要，阿姨不要我了，叔叔不要我了。小乔，小乔，喂，你看我，乔乔，乔乔，别艰苦啊，今麦乔乔只是没关系，等伊伫个新的所在过了后。就可能放袂记啊！你拄则敢无听着？悄悄讲咱不爱伊啊！我听着，我的心就疼。你敢拢没感觉？你敢拢无感觉？我当然嘛会。只不过一定做这决定嘛，无唔对啊！咱是当安怎？为着这无关系的囡仔，靠家呢？啊，不过应该接受，还是爱接受啊？你在创啥？这是公共场所，我敢袂用来。乔乔忽然间好修养，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你是咪超工的？阮此生今嘛需要的，是一个新的对象，来替阮多加生一个金孙啊！伊无迄个时间，甲你插迄个无爸无母的囡仔，这死查某鬼啊！你敢跑啊？啊！不要紧，一定我今天看到宋丹青这查某这么艰苦，恁爸爽啊！等你，先别走，悄悄好带去倒位。你问我，我是要跋杯啊！我嘛是听人讲，有人今仔买领用迄个囡仔屁，所以才来看伊。你嘛好白讲。那对阿嬷一定是你安排的，对不？你跟石头传去倒位？
阮囝问我，我就讲唔知影。你问我，我敢有可能翻口经啊？笑。我不要在这里，我要去找叔叔阿姨。嗯。点点啊，叫你伫个红色圈圈内底，袂使走出去，你听无吗？我看啊，卖浪费时间啊，这囡仔真卖留恋，死到社工拿来家访，一定会有白讲话。安尼到时阵，伊阁用带登去育幼院。你的宋丹青有够理由跟子胜狗狗听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去甲迄两个讲，明仔载透早就给因带悄悄坐桶仔出去，然后甲马芳约伫个国外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大君啊，竟然要叫人带悄悄坐桶仔出去！要教人一班啊！行了呢，宋凌峰，别在鬼鬼祟祟，搞出来！啊，哎呀，若是让伊发现我咧偷听伊咧讲电话，伊绝对袂放我出来。一个面歹穿穿，搁结一个面章，你到底要做啥？卖伫遐装笑，拄只是毋是偷听我讲电话？啊？你讲啥？这个电视偷拍听是无？我看你的嘴哦，开开合合的，你到底是啰嗦啥啦？搁讲一过。伊拄只伫听耳机。嗯。啊，若无咧，你卖俩准哦！我伫咧听音乐，我都唔知影你咧甲我骂啦。唉，我看你的表情哦，我就知影啦。你这个人哦，一天若无生气，对规身躯拢无爽快，我拢会当替你算命啦。人工哦，你若是无因为血压升悬喘起来哦，我才甲你相诉啦。真正拢无听到我伫讲电话啊！你今日足奇怪呢？你伫问我有偷听到你咧讲电话无？敢讲你搁要做啥物侥幸失德的歹代志？叫我知影，才安尼疑神疑鬼对无？你是了袂讲啥？你家己管好你家己就好啊！我这贫惰管你啊，我毋是食饱上瘾啊！人我即马。要去做 SPA 啦，哼！唉，好好的心情哦，拢互你拍歹去啊！我真正是顶世人哦，欠你的啦！好佳哉，暂时转过去啊。不过，这只豆阮仔交差期，我写较细腻一点也较好。您讲啥？豆粉啊，失格，叫人去收养悄悄。啊，那呢，恁阿爸甲伊阻挡啊？迄悄悄若伫咧豆粉的手头，迄是真危险呢。我嘛是真烦恼，啊，不过收养有一定的定数，咱嘛袂当安尼凊彩甲囡仔带走啊。就是因为迄对翁仔某是合法甲悄悄带走的，所以我无立刻立场来手头转来。啊，是讲啊。杜文啊，找人绝对嘛不是啥物善男信女啦。啊，恁哥讲，若要收养悄悄，来搁评估过。嗯，安尼咱嘛来个申请啊，但是比看卖啊，谁分数较悬啊，该竞争啊。这个，这个方法会当试看卖啊咧。啊，
啊，不过徐凤囡仔这件代志伫咧法律上，还是会已经是阿母的人做代先，因为政府希望囡仔伫咧有爸母疼爱上的环境大汉，单身嘛会当收养，啊，不过审核的时间就会较长。但我若是通过，早就袂赴啊。啊，这么麻烦哦。是啊，偏偏我今嘛无对象，总袂用凊彩找一个人假结婚呐、啊。哎，我不准你跟假结婚哦！我只是打个比方，就算我今嘛结婚，要申请许用悄悄，嘛不一定通过啊，得搁爱上课、智商、家庭访查。啊，我就这点事的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无咱搁想看卖哦，咱身边有啥物朋友啦、同事，迄种模范夫妻有无？真恩爱，啊，收入稳定的，啊，对囡仔搁有爱心、有耐心吼，安尼对吼，悄悄到保障啦。模范夫妻，收入稳定。对囡仔有耐心、有爱心，嗯、我感情都有一对啊。是啊，而且哦，恁结婚过五年啊，这比凊彩找一个人要假结婚，搁较无样。哦，你嘛跟差不多呀。哎呀，啊，阮两个哦，加起来拢百外岁啊，啊，去领养一个五岁囡仔，啊，你是要笑破人的嘴呢？我甲你妈两个人拢是做阿公阿妈的年岁啊呢，迄认真讲起，五岁囡仔手内是做查某孙的，做查某囝敢唔看口的啊？哎呦啊！不过这是即卖上紧上安全的方法，不管怎咱拢试看卖嘛。啊，哎，袂用急啦。哦，到时伫个面店，啊，人客伫食面的时阵，悄悄来叫我妈哦。那是很抱歉的啦，人家說你喔，老蚌生珠，欸，我人真嫌生活呢，欸，說我吃到這個，我是怎麼保養的，老翁老怪無頭刀呢，哦，蓋有面子喔，不，你是在說啥啦，比較正經的啦，啊，這就有險，你自己想看看啦，假如哪有一個五歲的女孩小心流出去，那一大堆阿嬤不生就找我們吃麵啊，死狗！咱新卖面店要赶推出一个啥物包生囝海产面啦，你要甲一块鹅啊啦、虾啊啦、啦拢甲淋淋落，互人客食定了哦，乒乓叫吼，六十岁还阁是一尾活龙。廖乾坤，啊那包生囝卖吼，无你包嫁安尼包娶某嘛用个啊？你阁甲我包落去哦，我有影哦，我叫你包，我快快等去食家己啊。你应该有看哦，唔是我不爱跟你斗三工，但我若未出手的，根本用离掉伊啊。嗯，啊是谁啊？啊，饲玲玲饲到这尔着急，松玲哦，哎呀啦，悄悄哦，有危险嘛啦！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敢是杜光亮给他带走啊？不是啦，我唔知影杜光亮给他藏在倒位啦。啊，不过我有听到，伊咧讲电话讲，要甲悄悄带去坐汤啊，要甲伊爬去国外啦。这哪会用的？啊，那是真正给他带去国外，唔都真正有可能找袂回来啊？先坐。等下，我喉咙干嘛心就疼？我送你去病院，呀！我要来叫乔乔，这妈一点就惊，我袂当放伊一个人吼送去国外受苦。别放心，你若是卡到乔乔一支头毛，我绝对袂放伊煞的。哎呦，这妈不是讲这个时阵啦，赶紧去救乔乔才要紧啦！我这妈随去。好，我跟你做伙去。我这妈无代志啊，乔乔伊小伊热歪，我一定爱替伊手术好坏时阵，我一定辛苦逼。做回去，阿姆哥，你先答应我，若是拄着危险，你马上离开，工作会到。